谁那个猴子刘璋两个全四级。哎呦我操！直接怼他家也去一个。我家住哪？我又何须如此焦虑？媳妇儿，你占线儿，打野也行，你打野吧，那就上路不要了。我打野啊，你占线打野都行，你看你随你喜欢。都不要去烈士呗，就完事儿了呗。行，不是，那是昨天你号掉了没？我上俩单子，阿青上的我一个单子，我自己上一个，扣2300呢都。啊，那相当于你的号没掉，然后没掉分，阿青的号没掉分。他不敢来了，估计你两个选四级。什么傻子？哎，还真来了，我都掉头了，他们来了。啊！这不干他，琢磨啥呀？是你这把是马带吗？不是。那操控是谁上的？大文头。操控是我上的。是吗？小凯呀、啊。嗯。操，是黑呀。啥的？文头懵的。空线了，哥们们。一样，你看我中路把马苏打上。我家住哪？我何须如此骄傲？哎，野区有个赵云，溜着发的。姐，哎，我寻思没血跳呢，血跳了。这有个残的。车打车打。你 AD 版离谁近打谁，他离我的距离太远了。我买蓝血洞。没打我呀？来杀不完嘛，他都没有跑的技能。哎，你怎么抢人头呢？残血过来干嘛了？哎呦我去！我这瓶子有血呢。那给你个那个金疮药。放给我，我晕了。干他！那个赵云。算了，哥们。蓝够吗？
我吃完这包冰就六级了。凭什么还我呀？给、啊、给你了，没吃没？我记得好像是给你留了两口。咱们可以强杀他的。别说了，这小逼崽子。来呀，猴子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控个图，我看看。扣篮，扣哪？扣哪？没必要放他包，浪费了。抢人头啊！哎，这野怪趴伙的。我操，六级了！不、哦，我操，两个六级了。哎，这野怪又来了！我来了。我来，我来了，坚持住！不敢追我了，他没点大呀，怎么的？好，哎呦！我加兰，马术去上路了啊！马术去了，从我加兰，我加兰，这儿呢？你先给我加兰，马术在这儿呢啊！马在打的被追的。这儿呢，等会儿高森先去看看去。已经分身下这逼样了。你学大了吗？学大变文丑砸他们呀？没学大，学呀。这也帮他们杀了刘表，然后又帮助我逃跑，他是强多少？没人开庄吧，所以你们压不了。没人开庄，我就不开豆子了。完了，刘表被秒。好，废了这波团，那新进来的。哎，这大距离不够，刮不着。救命呀！捆绑。妈蛋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打谁呢，小逼？擦，杀谁呢？哎，半个血，范飞有没有飞野？李连给我旁边呢，飞野，你看，这俩不带飞野，有符马，那你符马你也没开呀？有符马，来宝贝的，把他家 boss 掏了，好的，我还没有大，先不要上。你看他家什么豹子受玄冥火，然后再看咱家豹子。小王，我看看咱家什么豹子。这玄冥火，来来来，还得拿来来。这家上路二塔拔了吧。媳妇儿，你直接裸刷新。酋长，你要不要刘表？我还有什么呀？省长吗？我要呀。给你，给你。那有个人，那有个人，繁衍。追追追！
我扛着媳妇儿，我扛着，我能，我有吸血，你没有，我扛。我这移动速度想射着我有点难。还要喷蜜，没有翻眼呢。哎呦，跳大血，全面火。这俩斧子两个四级啊，真不到位。翻眼的一个没，翻眼没有，那子让李典给我掏了。我变人了。你要打吧，我先走。来，回头干。李典，先走，先走，刘璋跳大。笑我吗？大呀，直接大呀，不用管谁，直接大上都死。哎呦，我这赵云！啊，大老虎来了！嗷嗷往家跑啊！哎呦我操！媳妇刷新了吗？嗯。运了运了运了，等瞬间俩大，你直接能把他五个全秒了，等二十秒了。那你开庄啊，我这没人开庄。谁压的我不是最佳？咋了？回头再跳大。哎，是吗？857914。
是奔谁去的了？他是没有大的吗？给我加个恩惠呗，刘江。我操！投降了。